见证新干线直达琼林乡，今天也是我们的终点站。我们在最近半年里面，我们各个乡镇我们都直接召开了行动的主管汇报，然后各乡镇市都提了很多很宝贵的意见。特色公园三座在今年年底全部可以完成，琼林乡未来的发展对于它的产业园区89公顷的推动，目前乡公所的进度非常的顺利，我们也是乐观其成。琼林乡的这个公有的零售市场明年7月可以完成，乡公所的迁建以及代表会的迁建跟附政事务的迁建，这个工程整个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在年底就可以验收完成，然后进入新的办公室来办公。这个对于未来可以讲是我们所有的乡亲到乡公所来洽公会带来非常大的便利。